江 Style。Hello， 我是江。这一集呢 ，Trevor 戴的那个防毒面具啊，还有手上只剩下33发加9，然后还有个棒球棒。那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呢是修好一台车，然后呢，我们想办法改装这台车成为僵尸震爆车，然后盖个基地出来。OK， 我们就先出发了。我们先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车可以抢的。我的右手边有两台车，然后左手边的话有一台四轮的。我想就从那两台车开始吧，趁那个附近没有僵尸的时候，我先把这台车修起来。看一下附近哦，有一只走过来了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先把它开去改车中心。这个时候没有电台啊，不合理。OK， 我先开到附近的改车王。走开啊，要挡路啊。走开。哇，这附近好多车啊，僵尸也很多，不然其实这边就可以了。我先下车，然后修好另外两台车，最后再来改装他们。哇，为什么一出生这边就有僵尸啊？搞屁啊！先把他们干掉。You are utterly ridiculous. Piece of shit.太好了，我再修好这两台车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车子修好了。哇，这台车会喷火哎，超屌的！哎呀，我先沿路斩压过去啊。哎，对他们哦还是有伤害啦，他们整个烧起来了。哇！然后后面有一台机枪啊，如果有那个生存者可以帮我射击的话，一定不错。这台车可以坐几个人啊？三个人吧，加上机枪手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好，还好现在是晚上，有这台车真是太棒了，赞到爆啊！哈哈，风雨无阻啊！等一下我看看这树可不可以烧起来。地皮都烧起来，树都还没烧，有吗？看起来是没有，试试看这棵树啊，树叶会烧吗？我好期待啊！没有啊，居然熄灭了，真是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次呢就开这台车，然后我们去找一个生存者基地啊。希望是可以盖起来，因为我还蛮期待盖一个完整的生存者基地啊。我听说呢，在这个船屋这边啊，就是靠近码头这边会有一个不错的地点啊。而且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小型的基地可以驻守的，所以我们就开去这边看一下。OK， 我们就出发喽。喷火太屌了，沿路喷啊！哇，被扫到几乎都烧起来了，跟他们玩一下啊！来，靠近我一下，点燃呐、啊！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！沿路烧过去。哦，那轮子好大，都快跳起来了。我都快，我以为在撞到头了那个。哇，它好高哦！
哇，近距离看，沿路喷火、啊。哇，一阵一阵的。这个时候有支线任务哦、啊。哦，撞到杆子了、啊。奇怪，怎么没有僵尸？他是看到我的车太大台，然后躲起来了吗？还是因为开车的关系，没有重生？我看离那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啊，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开啊。哇，他连转弯都。感觉好像不太有刹车耶，哎，前面好像是一个生存者基地耶，啊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先下车看一下哦，希望有人在里面。哦，有人在把守耶，哇，这是哪里？共和国吗？哇，这个地方好棒哦，还有电力。上来看一下，哇，太棒了！这里居然找到这么棒的基地啊，而且还有生存者，还有人把守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有一些工具，然后这里这个后门。后面还是有僵尸就对了，然后，我刚那一枪引来其他僵尸的注意了，哈，我要躲起来了，快把门锁起来啊！这是什么大门吗？哇，还修车欸，哇，太好了！这里什么都有啊，英勇记哦，这里什么都有啊。哎，老兄，我是 Trevor。哎，这有卖水果的。哇，太棒了！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就在这里扎营呢。我想要在这边盖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哇，那是谁啊？是谁？哦，我刚以为是 Michael， 他在睡觉啊。他的房子跟狗窝一样，还有 7-Eleven 的袋子啊，太瞎了！你看，哇，然后另外一边完全挡住。好，我先在这里盖一个我自己的帐篷好了，然后看看可不可以过夜。哇，过夜附近那么多僵尸哦，没关系，我继续盖我的东西。我先把我想想看，我把它移出来一点好了。这个方块刚好可以盖啊，那我放在这里，然后这里有这个吗？啊，这个墙壁，哦，好大哦，哦，超棒的，看，
这个墙壁好棒啊。盖在这里，刚好围起来，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面。好，我先把枪收起来。啊，我离那个帐篷太近，他不让我说。好，东西都收起来了，然后我再继续的盖，把它围起来好了。哇，太棒了！你看，有这个屏风真是太好了。这样我还需要一些东西耶，我看一下这个墙壁还有什么。哦 ，door 吗？看起来是没有门啊，而且我的资源也没有多少了。我刚刚修车的工具还有耶，可以变一些出来，然后灭音器。然后这个什么可以丢的那个燃烧瓶，然后小刀 ，gate 没有了。看看还可以做一些肉啊，因为我没有那个火，没有那个引火，所以没办法煮肉。那我们就先放一些引火在附近好了。看一下 campfire， 有 campfire， 我把它放在这里，这样我就不会烧到我自己了。然后我靠近它的话，我可以生一些煮一些肉，把它煮满哈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把这个，它有 door 的话放在哪？这是门哦，这个门好怪哦。那就放这里啊，放这里，刚好夹在一起。乖，好，这就是我的门啊，我的门啊，小家。我 gate 没有 gate，、啊、糟糕，没有那个 gate， 所以，就有 wall 吗？有墙壁，没有墙壁，墙壁没了，所以。我们下一集呢会去收，继续把这个地方围起来，然后盖一个属于自己的基地。OK，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休息啊？真的，推粉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。我看到他必须要处理掉这附近的僵尸啊，也不少哎，真的还不少。哇、哦，绕一圈全部都红点点，耶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好吧，趁现在还是晚上的时候去晃晃好了。我看一下现在几点钟，凌晨3:40呢。好，去上面，去上面晃一下。他把我围起来了，围起来应该也可以上去吧？哦，这个上面可以做瞭望台耶。好，我们就先把下面的僵尸清掉。我剩下十几发子弹了。
沿路看过去好多哦。Reloading！ 哦，快没子弹了。最后一只，太好了，耶、yeah, ！下去了，下去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不要走错了。啊！他就这样跳下去，哇！你太猛了吧！好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好，今天 Trevor 的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啦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赶快订阅咯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跟按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